老虎，这组掉了。没事，我要去捡垃圾。今天晚上吃一个免费的晚餐啊！隔壁摆摊的老板给了我一个咖喱饭，第一次吃，味道还可以。平时的话，我都是在这个对面炒那个河粉啊，炒米饭啊，天天吃也腻，所以换着吃。今天的生意比前两天更差。跑了两个地方，卖了100多块钱。我本来是打算营业额不是不行嘛，我就多跑几个地方，自己辛苦一点，跑个4个学校。5点多的时候跑了一个小学，卖了21块钱。跑过来这边也不行啊。好了，同学，又卖了8块钱，我要准备转场了，下一个地方了。每天就是不停的跑，不停的跑，当时数了一下，大概今天到目前为止啊，就卖了150块钱左右。隔壁这个卖土豆的，我给你分一点要吧？不要。现在我都是吃百家饭，晚上的时候吃饭，那个卖那个叫什么咖喱饭的，他给我一碗饭，然后他也给我一碗土豆。我说不要买了，晚饭也有了，夜宵也有了。做生意都是这样的，你想吃有些都可以给的。你吃我的，我吃你的。不是，做生意都是这样的。我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吃完这碗就回去了。哎呦，慢慢的，我也得休息哈。我刚刚我媳妇的忙一下，马上我都搞不过来了。哦、就是那个放学那时是下子后马的，越走急，他是不走前好一点，特别走急好麻烦。给了几个50的让你走，你讲一点活都占，3块钱给了50的。有的买个4块钱给我100，我说找不开，真找不开，我找了我也没零钱了。那今天你那绝不是50的，你跟我都到年纪都走完了，绝不是50的，找了几个50的，你这么多50个，你个这么多只50的，你那绝不是50，绝对走完了，是吧？你们老虎啊？你那个是3块钱一瓶啊？对，是不是给你是给50块钱？你看我也不想走，不走也不行啊。不走你不走生意没了。不走生意没了，那、嗯啊、你也出走啊？这个麻烦的。这土豆有点辣，吃完休息一下，给这一碗太多了，我估计吃不完，你看这么多。看到说那个豆腐，还有那个铁板豆腐给我，我说吃不下了，哪吃那么多？今天一给我打电话，我跟他说出来的时候，我跟他说是。下周三回来，他们打电话，爸爸你怎么还没回来啊？我想你了，你说好下周三回来的。我跟他说，我说我火车停运了，回不去了。还有昨天是妈妈的生日，你知道吗？我这真的是忘记了。最近我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啊，一直人好像迷迷糊糊的，什么事都不记得，每天就只记得起床。弄这个东西弄好以后出去摆摊回去就睡觉，就记得这个事情，其他事情好像都忘记了。后来我给天上发了800块钱，那自己家里买的吃的我也没办法，我不能回去啊，真的在外面挣钱了。不过这段时间真的生意不太好做，今天晚上跟昨天晚上差不多。我记得之前
每天卖四百多块钱还嫌少，现在每天卖400多块钱，感觉还有点吃力。